啦，我走不得巧，那人人问我房子哪里来，你三月初三就放火炮，那砰砰弹到一个屁股起一个泡，我也糊里糊涂，我不知道。奇怪，我安死的呢，你拍什生意？无啦，人生做怪本官，真歹讲啦。好好大财哦，我的人小小空空啦，无想到迄天啊，万岁出门的时阵拄到个歹人啦，把我起空的拍死歹人。遇到皇帝，皇帝讲我淡薄仔拍带拍带，甲考试啊，好甲在考试了后，万岁就带我去你的金銮宝殿哦，让我做辛苦将人。哦，把即摆也是安尼转去哦，我老母看到伊足欢喜的，无想到我这阿笨倒来来做官了。后来我就是咧甲万岁讲，我嘛要去回转阿兄，徛起制作桌。站住！哎，什么事情？哎呦，挺快挂，走挂！你是以前的小人哦，是不是小人？大人呐，大人哦，安怎？我，你太人了，你太人了，我现在等你做什么呀？哦，我拼业绩，拼业绩呀！处处为官，哎呀，点点的所在，快点开始啦！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有志之无留，哈！好，你先问我，你敢害死人？安尼我问你，你来个公道的所在，基本都好不打打起来。你又无我平平好过，啊我是百姓，你是做官，我要来干你，我好多敢有讲唔着，我今天打啥？抬头起来，台语，打头起来，准备下你们菜。太公诶，兄弟，我大无事，我辛苦上班，什么太公诶？你啥无在无在当做啥？你哪样去？我唔是像你这无在当。你今仔日你要当着手？到今仔我穿这件衫，我今仔我换好色啦，我跟你讲。我不是换衫，你讲我，我做辛苦上班。你辛苦上班，万岁！你讲完吧，还是先你讲完啦。你哪样去诶？我咧笑，你敢抬死人？哎呦，我一个小弟诶。样去，叫辛苦上班，我大无事，兄弟，这你叫诶啊？叫上班。中文，够歹死啦！看你即摆安怎，是来找我解做事的，一来二去，唔知什么人碰，偏要伤害人，是我想袂过，表想我想袂过，唔知是，我无杀人啦。